们是遗产验证 probate。 一，每个州的规定不一样，当一个人去世后，州法院会派一个律师来计算去世者的个人总资产和净资产总额，产权属于谁，最后将资产分配给遗嘱中指定的受益人，这个过程就叫遗产验证。二，遗产验证的四个麻烦点。一，费时，资产冻结到受益人手上，整个过程1至2年。二，费钱，法院的费用、律师费都是按照总资产而不是净资产来计算，如200万美元的房子加上别的资产，如果是500万美元，就要付26万美元律师费。三，资产会变成公共资料，公布出来，没有任何隐私。四，资产被挑战，有一些人专门利用资产验证的空子来赚钱，比如他们制造假的欠债来获利。三，资产验证条件，加州184500美元，纽约3万美元。四，什么资产需要经过资产验证，是个合同加上有指定的受益人、年金、人寿保险，有特殊名称 POD 银行账户、POD 证券账户、共有业主，其他资产都要经过资产验证，房子、名车、公司、珠宝、名牌包和古董等没有合同和受益人，统统要经过资产验证。五，如何避免遗产验证？生前信托，它不仅是一个合约，也是有指定的受益人。